はい、速稼塾の久保でございます。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の勢いがね、とどまるところは知りません。現在ですね、感染者が6万人を超えたという情報もありますけども、実際は15万人以上の感染者が出ているというね、そういうふうなデータも私の元に届いております。どれが本当なのか、どれが嘘なのか、そして誰が嘘を言ってるのか、誰が本当のことを言ってるのか、私は決めるつもりはありません。それは一人一人が、やっぱりね、選んでいくことを決めていくことだと思うんですよ。そして肝心なのはリスクヘッジですよね。自分がその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に対してどのように考えてどのようにリスクヘッジをしているのか、安全を高めているのか、こういうことが問われるわけなんですけども、ただ今回の、ね、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ってウイルスの拡散にとどまらずにもう国家の陰謀とでも言うのかな、なんか得体の知れないものも入ってきてるんですよね。特に中国なんですけども、今回はこの方のメッセージを聞いてもらいたいんですよ。私がね、いろいろ喋るよりもこの方のメッセージを聞けば本当に恐ろしいことが起きてるってことが分かると思います。日本でもですね、和歌山の方でですね、感染者の方が発見されたり、それから日本国内で初めて日本人のね、死者、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による、まあ、お亡くなりになった方が現れたりとかですね、それからタクシーの運転手さんも感染してしまったみたいなことでね、本当にもう今ね、日本中誰がどこでどのようにその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の脅威にさらされるか分かんない状態になっております。その上でこれからお見せするこのね、拡散してくださいというビデオのこちらの方なんですよね。これが本当なのか嘘なのかもうぜひね、皆さんでね、見ていただいて確かめてください。それではどうぞ。大家好，我是方斌，今天是2月7号，昨天的凌晨李文亮医生死了，对不起，陈秋实律师被失踪了，我的微信号被他们封了，我们的朋友们着急万分，武汉的朋友来找我，人们被便衣把守，这小区的东门、北门、西门，只是这个门还没有被撬开。原因是因为你们的支持，是因为世界的关注，他们暂时还不敢撬门。他们只有对权力的傲慢，只有对金钱的贪婪，毫无人性。很多朋友们劝告我，叫我不要说他们了。不要说什么暴政了，还任于民了，不要说了，说我不说了，我的安全一定有保障。也许是的，也许我把他们掩盖的那个盖子揭开，得到全世界的认可，得到全世界的称赞，他们可能不会动我，有这种可能，但是我不能不说，因为他们动我，他会动你们，会死去多少你们俩，会被关了多少陈小春，大家要清醒，我们不能退，没有退路了。昨天晚上这里下着雨，一夜冷雨歇，万物尽是灭，多少人间事不过笑谈间，不要怕，真的不要怕，暴政不可能持续，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只要大家坚定信心，只要大家相信我，不要为我担心。他微信封了，我发不了这个视频，但是我在 YouTube 上可以去发，跟大家国内出去游玩，我可以去发视频，那么大家就翻墙。这个视频的名字 ，YouTube 的频道的名字叫武汉直击，直接的直，打击的击，武汉直击。会翻墙的朋友就翻墙过去，就下载；会制作的朋友可以制作成小视频，照样可以在国内传。海外的朋友不用翻墙，你就直接看，直接制作成小视频发到国内来。我一再说，只要你们传播，只要你们传播，我就是安全的。他们就不敢。这个上前天、大前天，他们这个派出所的那个所长来到这里，我看他交差不了，走不了。我就说，你上去汇报，去反映。全世界都认为方斌是对的，方斌的行为是英雄的行为，你为什么中国政府就不能承认方斌是对的呢？你在承认方斌的行为是对的前提下，我们公开的和平的谈判，可是昨天下午约定的昨天下午3点他没来，他不敢来，因为他们心虚，他们胆怯，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和平，他们只知道暴力，他们就必然受到恶毒，他们一切的恶毒必须由他们尝，中国人民一定要清算他们，罪恶绝对不能延续。从今天起，今天2月7日，我发起了全民自救互助运动，升级为全民大反抗运动。我们从今天开始，宣起全民大反抗，全民反抗暴政，全民反抗中共暴政。从今天开始，无论海内还是海外，地不分东西，人不分南北，不分阶层，不分行业，都要团结在全民反暴反抗的道路上，都要高举全民反抗的大旗，全部的所有的一切的反共的力量，
团结起来，团结在全民反抗的旗帜之下，你们都是听方斌的号令，听方斌的安排，相信方斌，不要怕，他就是把我抓走了，抓走就抓走了，那我的安全靠的是大家的清醒，大家的觉醒，大家的传播，如果我今天视频能够传到 YouTube 上，那么你们就有了这个视频了，对不对？有了视频你们就可以下载呀，下载你就可以把下载的自行小心在国内传了，只要在传播就行了，而不在于我的安危，我不要退，退不了了，抓就按他抓，这现在他最后的疯狂，不要怕，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我们自己一定要团结起来，所有的中国人，无论你现在是在体制内的还是体制外的，无论你是部队的还是公安的，你们都是中国人，你们都有中国人的良心，你们都受这个暴政的压制迫害，你们不能再做奴才做狗做牛，不能这样了，所有的清醒的所有的中国人都是我们的力量，从今天开始大家一定要行动起来，要传播，要把真相传播出去，今天的肺炎，今天的武汉肺炎既是天灾也是人祸，更是人祸，他们开始掩盖，把你们那样的医生他们的真实声音压制甚至训诫，后来掩盖不住了，惊慌愚蠢的高调的封城，造成人挤人，车站人挤人，机场人挤人，菜场人挤人，超市人挤人，医院人挤人，有肺炎的已经有了，没有的感染了，结果造成在他提前8-9个小时封城的时候已经冲出去30-40万人，这些人冲向了中国，冲向了世界，把病毒带向了周围，带向了全中国，这一切都是他们的愚蠢造成的，他们的愚蠢绝不能由我们来承担，我们必须清算他们，大家一定要清醒，大家要相信我，我们一定能够胜利，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一直都有反暴政的优秀历史，大风起兮尘飞扬，安得猛士兮上战场，金戈铁马兮猛于虎，当名士海兮回故乡，我们的故乡被奴役了，被马列邪教奴役了，我们成了马列的奴隶，我们要找回故乡，海外的学子们，海外的华人们，你们要回来，回到故乡，我们要团结起来，我们要团结在全民反抗的旗帜下，集我们的一切的力量，一切的资源，集世界正义的力量，反抗暴政，将暴政灭掉，病毒的残酷远远比不上暴政的残酷，病毒的根源是暴政，大家一定要认识清楚，只有彻底铲除暴政，才能彻底铲除病毒，大家要清楚这一点，大家要传播，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真的感谢大家，谢谢。